哥姐，既然您刷到我了，给我点关注不麻烦，我呢让你们花少的钱吃到好的海鲜。来，今天呢，你们既然给我点关注了啊，你们就不需要再去超市、去饭店花那么多的钱去吃那么昂贵的海鲜。其实海鲜本身价格并不贵，只是经过重重手续到你们手上的时候，你们感觉哇，海鲜怎么这么贵？来，今天呢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些呢就是咱们家的龙虾尾哈。一般，这种这么多的龙虾尾在饭店里面要好几十块钱一盘，但是在咱们家只需要几块钱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就是咱们家龙虾尾的品质啊，肉比壳高很多，对吧？这样的虾尾做熟以后呢，肉不会缩到壳里边，而且虾尾没有任何病因，没有一点撒谎的意思，懂吗？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虾现做的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呢就是给我们给你们包好包装的龙虾尾，这满满一大盘啊，只需要几块钱，这满满一大箱呢，12包，两位数啊，而且不会做没关系，我再给你们送龙虾尾的炒料包，比饭店做的还好吃。大家哥姐，如果你们也想吃的话，给老弟点个小红心行不行？支持一下呗。